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基隆是首都生活圈的一环，也是重要的海洋门户。随着基隆捷运的新建，将会更拉近我们的城际距离。今天呢，为您邀请到非常重量级的人物，就是我们都市发展处的处长，要带我们来了解我们市港再生的标杆计划的各个详节，还有我们基隆市的亮点。我们欢迎处长。好，小君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处长好。要带大家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哦，就是基隆市又获奖了。在第九届台湾景观大奖中，市长林佑昌还有我们的都发处处长呢，都分别获得了城市治理奖还有城乡贡献奖。另外呢，我们的沙湾历史园区、太平国小校舍空间活化以及山海城的串联再造计划，也都获得了评审青睐。我们快来看看。基隆市长林佑昌又获奖了。由于在推动基隆市景观自治条例和大基隆历史场景再造整合计划的成就，获得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在台北市西本院寺树心会馆办理的第九届台湾景观大奖中的城市治理奖，表彰林佑昌的贡献。林佑昌则谦虚地表示，这不只是他个人获奖，也是代表全体市民的光荣。接受这个奖项其实不是我个人或者是徐处长个人，其实是代表基隆市啊来领这个奖项，这也代表台湾的景观跟建筑界啊，其实对基隆整个城市发展还有景观环境的一个改变啊，有极高的一个肯定了。那包括我们的景观自治条例啊，能够率先踏出这个重要的一步。那另外在包括大沙湾还有整个城市景观好几个案子在今天都得到大奖，我想这个是这几年来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当然对市政府是很大的一个鼓励。那我们希望在今年的4月22号到5月2号的城市博览会的期间也能够把整个城市景观还有包括整个城市发展的一个愿景跟想法以及曾经然后呈现在大家的一个面前了。所以今天来领这个奖，我想不只代表我个人，其实是代表所有基隆市所有市民大家的一个光荣。另外，基隆市政府都市发展处长徐彦兴也获得城乡贡献奖，表扬他在推动大基隆历史场景再造整合计划以及山海城串联再造计划中的卓越。哇，真的是从这个城市治理奖到我们的城乡贡献奖，我们可以看到都市发展处在处长的领导下，真的是基隆越来越好越厉害。那要请处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一次得奖的这个沙湾历史文化园区得到了公共空间开放空间类的优质奖，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哦。因为我印象中那里真的以前是暗淡无光，而且杂草丛生，很凌乱的地方。好，那主持人好，当然，第一个还是非常荣幸，说可以这一次在景观这个学会的一个大奖里面，我们得到了这3项奖，然后市长也领到了这个我们应该是他的奥斯卡奖，然后那个城市治理奖，然后那个我就是跟同仁一起分享那个城乡贡献奖。那其实沙湾这一个案子，其实在大基隆历史场景的一个整合计划的一个部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基隆历史整合计划的部分。其实沙湾地区某种程度是以前的非一两百年前的基隆市区，所以慢慢我们往我们现在的火车站地区或者市政府地区去做，这就是沙湾历史园区的一个地方，就在这里。那粉红色这个就是我们大基隆历史的园区的一个整个地点，所以我们把点线面这整个都串联起来。去年得到规划奖，今年就得到这个景观奖，所以这整个奖其实代表市府在这个整合面跟这个实施面跟执行面还有设计面这几个综合的指标上面都应该算是杰出的表现，所以让评审可以青睐我们，给我们这个奖。所以整个沙湾的奖是因为这样子而得来的部分。不过我想要讲的是说，这大基隆历史场景的整合计划，它整个事情其实我们是希望把整个历史资源从点变成线变成面。另外一个事情，它除了是初步大家看到的是景观或是看到观光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大家会发现基隆变大了。尤其如果去沙湾，大家可以知道从祥丰街，如果你走到沙湾，你会发现非常大的一个地的空间出来，所以它是一个具有历史的生活的一个空间。
然后大家知道好，那个未来基隆其实它不只是一个把历史的纹理或历史的脉络，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的地方，或是我们可以引以为傲跟孙子讲说，我们基那个整个基隆是从400年前就开始很重要，到现在，它不只是一个历史的怀那个缅怀的事情，更重要其实是我们可以生活在这里面。更重要，你想看看每个小朋友、小孩子未来下一代，大家都生活在这个空间，这里会具有非常像欧洲一样非常有创新，然后特殊氛围的小孩子在这边出生，那自然而然我们的那个城市的竞争力就会更大，然后并且变成转化成一个创意的城市。好，所以我们的整个这个场景的规划其实朝这样子的规划。好，那诚如刚刚那个主持人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照片是整个沙湾的空拍图，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亚塞司令官邸在这里，然后对面就是那个另外一个修好的部分，然后这个是考古遗址，金发的考古遗址，然后这边是那个这边就是那个这法国宫，以前大家就我们叫做黑黑暗暗的阴阴深深的，没有人敢来，那像这样打开，其实我们是化负面变成正面，而且给一个非常好的空间的转换啊。那随着贵场的一些变化，我相信未来下一阶段这里的变化，大家可以可想而知，我们会一个更亲近海、更亲近人文，然后我们的山海城都可以串联出来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空间。对，哎，这个空间真的打开之后完全就不一样。有了这样的设计理念，投入在这样的空间改造之后，我们看到点线面的扩张就更不同了。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我们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人文景观。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这一段哦，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基隆。你就可以看到基隆的文化真的都不一样了，看到以前的历史，也看到现在的亮点哦。那刚刚我们在影片当中有看到我们的太平青鸟，其实太平青鸟能够转换变化，我们的督发处其实费了很大的心力。我们来请教处长说故事了，这一次也得奖哦。好，那太平青鸟其实，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原则，然后基隆这个基本原则，大家互动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是因为大家开始对基隆有信心了，才有太平青鸟的进驻。那我们7年前一来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基隆的特色，除了刚刚谈的历史之外，更重要其实是我们的港城丘，或叫山海城，这个集结在一起。我们可能15分钟，你可以碰到海，你可以碰到山。我想台北市他们已经跟全世界讲说，台北市很厉害。它可以在40分钟可以到国家公园阳明山，可是我们其实15分钟就到了，所以某种程度我们的这个魅力是非常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做竖梯在东岸，那东岸就是把山海城最后一里路用竖梯这个电梯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所以未来不仅是观光客，市民也很快的从山可以到海，也可以很快的观光客也从海游轮那边。一路就可以到我们的山，那这样子点线面的串起来之后，那整个东区东岸就起来了。那同步其实这5年前我们也发现这样的策略其实应该在西岸也要去做。那当然西岸那时候的挑战其实是捷运、国门广场、西2、西3仓库还有转运站的事情，那陆续我们在完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完工之后势必要碰到太平国小、这个太平三城、太平社区的部分。所以你们都已经想好了，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战略，所以在这战略之后，我们开始做
社区的脑洞，开始跟社区讲故事。我们也希望把社区故事把它凸显出来，跟社区的这之前的这个生命的意这个历史故事都把它展现出来。经由这个过程，我们有山海工作营。那山海工作营这个过程当中，刚开始大家觉得应该不会有人来，可是一届、两届、三届，我们暑假的时候发现，这已经变成我都听过讲是说文青界在台北一定要来的一个点。那这样子的点，这样子的创意跟相关的事情，当我们碰到太平国小真的被这个学校招生停止了，然后一年级学生都没有的状况，招生停止了之后，市长就把这个太平国小的复苏再生交付给督发处。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希望说可以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那我们希望还是文化教育的核心作为比较原来学校的风格，然后慢慢启动，让我们的文化意义更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基隆就是它的漂亮的地理的环境，还有它的文化意义，所以这个文化意义怎么彰显？所以我们之前也有设计与建筑的之家的做法，甚至我们还保留的像太平青鸟只是我们太平国小的三分之一的空间，另外三分之二的空间以前也是我们的一些专案办公室，甚至我们这次未来的陈博会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把过去的基隆的山海的模型放在那个会议室，大家一起讨论，很多的专家学者，很多的里外的这些学子跟一些外国教授都在这边讨论基隆战略。那个市长说他我们的秘密基地，好来谈这个事情。那这三分之二我们还留着，未来还是会做这些工作。它其实我们的战情室，或是把基隆推出去的一个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然后三分之一出来的过程中，因为有山海工作营这样子的文化的这样子的洗练，跟过去的盘整的这样子的过程，然后在我们公开上网招标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多人在问，后来青鸟也愿意来投。那我。青鸟这个独立标榜独立书店这一个文化事业体，然后愿意进来，然后以文化为基底，然后也符合我们当初希望是文化的事情。听说陈平也来投哎。陈平也在询问跟来投，可是大家想法不一样，那因为独立书店可能愿意比较那个比较偏远的，希望愿意走一个比较孤独的路，可是没想到这个孤独一点都不孤独，那个。近万人次的上来，我们十万人次超过了。我们也是吓到，因为原来就想是说大家慢慢的轻旅行，然后慢慢的走上去，然后在那边喝杯咖啡，买个书，独立书店，然后我们常常办有关基隆的、有关山的、有关海的一些论坛跟签书会等等事情，就希望用这样子的方式。可是我们没想到有这么大的。这个吸引力跟这回响的出来，那个也可见这几年的这些盘点跟整理，已经得到不是基隆市民，而是首都圈大家的这个认同了，所以才有那么大的量。所以这个太平青鸟这个还是文化为基底，回到太平国小原来这个国小原来的那个生命体，让我们是觉得非常重要。那青鸟的旁边还有一间。我们都还保留，就是原来校长室，然后未来也希望这个校长室可以做更好的一个展览使用，让大家可以看到历史跟很多基隆的可能性。是，说到这个太平青鸟，它这边一半是书店，另外一半是市政府的秘密空间，算是战情室了。在这里其实孕育出非常棒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也让这一次我们基隆市政府得奖了，它就是我们的。市港再生标杆计划，这个计划真的是很棒很亮眼。大家如果才记得2017年我们的产业博览会的时候，有记得那个动画图，你就会知道我们未来的基隆是多么不一样。而且最厉害的是，在市府团队的引导下，这一个计划已经逐步一步一步的实现了。接下来呢，我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基隆市中心以及我们的海洋之美。
这就是我们美丽的基隆，充满了不一样的海洋风情。当然现在的设计理念导入之后，我们基隆又有不同的景观出现了。那刚才讲到的市港标杆再生计划，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因为它在这一次的这个山海串联再造的计划当中的国门广场近东岸游人广场也得到了奖项。我们要请处长来跟大家说故事。好，刚刚那个小军有讲说，这个产博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影片哈，那个影片来谈这个基隆市市中心的我们整体的规划，其实就是市港再生标杆计划。大家熟悉的大概是东岸树梯，然后国门广场计划、转运站计划，然后西二、西三的这些，这个还有东岸的游轮旅客大楼，游轮旅客中心跟西岸的那个西二、西三仓库，还有城际转运站，还有城际转运站，然后西四、西六的这部分，请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我们基隆河谷这个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说，市港再生标杆就是我们基隆港最核心的那个头的部分，对，这里，对，是。那它某种程度，我常常跟行政院的长官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台北市叫把南港叫做东区门户，它真正门户在基隆。所以这一拉开，刚看那个照片就知道，那个部分就是市港再生标杆计划。那如果大家可以想象，它其实就是台北跟新义计划区同等重要的一个地方。也因为这个认同，中央那个愿意给我们很多的经费的资源跟补助的计划，那让我们的意义的实现。那国门广场的部分就是，除了营建署那个的规划设计费之外。然后一些工程费之外，它整体的还交通部，然后很感谢交通部协助我，尤其航港局哈，好，大概快要10亿的预算来做国门广场的计划。那大家最近经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大家以前看到那个小艇码头 Starbucks 那已经拆平了，也感谢港公司跟愿意配合跟一起合作，把它去创造出来。所以未来，我们临港边除了原来的那个海洋广场。我们的西跟东岸的国门广场都串联出来，也是因为这一次我们得到一个规划设计的一个奖品。那我相信，等这个整个完工，最近在做最后收头的工作，啊，整个完工开放，我相信我们又可以领个工程奖。这真的是太棒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港标杆再生计划。大家如果记得那个动画图的时候，你就会像很惊讶的发现，真的，它真的一步一步实现呢。尤其是当我们现在经过那个城际转运站的时候，我就心里想，看着它那个已经拆的差不多的那个建筑，我想，哇，真的跟动画里面长得一模一样哎。然后还有一个让大家最引以为乐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树梯工程，现在也即将完工哦。我们一块来看看。公园希望之丘的树梯正在加紧脚步赶工新建，这座高达50公尺的建筑相当引人注目。这是中央核定补助计划3.2亿元的基隆山海城串联再造计划工程之一。在二分局旧址建置50公尺高的立体树梯与空中廊道，连接竹埔潭广场。从构想到执行，是城市共创、市民共同参与的结果。因为基隆是一个港跟山的一个城市啊，那我们大概是三面环山，一面环海啊。那在港边，我们中正公园其实是大家非常喜欢去的一个景点。那不过因为这个高低差的一个关系，民众要上去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城市的一个设计，还有建筑师的一个巧思，那我们在我们的一二路底哈旧的这个二分局的这个基地。来建置的一个地标树梯，师傅委托邱文杰建筑师进行设计。树梯概念来自于桥式起重机，上方栈桥不但可以通往中正公园竹埔潭，还可以欣赏基隆海景，视野极佳。这里未来将是市区眺望基隆港、观赏游轮的最佳据点之一。
二路后巷中正山脚桥下的竖梯，从新建到完成，工程极具挑战性。整体规划有塔桥，还有广场。来到基隆港的观光客，若是从10层楼高的游轮看过来，不仅能一眼看到塔桥，从东岸游轮下来，再沿着人行道走到竖梯，动线相当流畅。从游轮到城市，城市到山上，从码头一直串联到梯脚下，就是基隆山海城计划的真正核心与内涵。这项计划今年获得了国家卓越建设奖规划设计类卓越奖首奖殊荣，将是基隆市的新地标，同时是台湾国门的新地标，未来会成为港口的一个新的地标的一个景点。那因为基隆是台湾的首都的东侧国家门户，未来只要进到基隆，进到台湾，搭着游轮进来，其实最先看到的可能就是那个竖梯，也会形成是我们在国际上的一个新的地标。成功串联市港风貌的竖梯基隆塔，不仅成功翻新基隆，同时也将是2022年基隆城市博览会精彩亮点。欢迎前来基隆，用全新的视角感受不一样的基隆。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竖梯工程，也就是我们的基隆塔。那时候还有命名活动嘛，对不对？结果大家还是觉得基隆塔是最好听的，所以看到这个基隆塔，我们可以看到又有不一样的观光新亮点。那当然，这都是缜密计算出来的，我们就要赶快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处长。好，那7年前那个我们那个我应该是回来基隆嘛，哈，来一起工作的时候，市长就是说，整个山海城的串联要把它做出来，当初有讨论了很多的方式的，哈，那。后来我们决定了用竖梯的这个部分 的做法，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看到二分局被闲置，另外一个其实今天没有看到，其实是新二防空洞，哦，未来一个从防空洞进去也有一个电梯，这两个防空洞已经完工了，现在就等着。我都是觉得这个地方好神奇哦，你们真的可以想到这，真的太厉害了。啊，这个过程其实是市民共创出来的，那。如果大家还记得，是105年我们办了一个叫做东岸快乐实验室，然后那时候为什么用快乐这个字眼，其实因为基隆人想到基隆好像灰灰暗暗的，我们就用快乐这件事情。同步我们那时候正在做色彩屋的徒步的工作坊，一样的都是这样共创的一个事情。这个是市民跟旅外的这些基隆的子弟去学设计的时候，他们提了很多的想法，就有一个是电梯上来的一个看法。啊，当时这个看法也被邱文杰这个建筑师，好，现在做这个设计的建筑师也看到，甚至他也参与这个工作坊的部分。然后经由竞图的方式，然后邱文杰建筑师就提出现在这个竖梯的部分。有人说它好像一个如意，也有人说像我们的那个桥式起重机，我们港口桥式起重机。很像，很像。那我们现在陆续在做哈这个的部分。那前一阵子大家知道下了那个快60天的雨哈，那我们其实压力非常大，然后也感谢这个过程市民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努力，也感谢很多辛苦的工人，那个。很冷的状况之下，在那个竖梯上面那个工作，然后终于把我们这竖梯做的已经接近最后的一个阶段，好，接近最后一个阶段。然后大家看这竖梯，不仅是个竖梯，它除了可以上来，然后到10层楼到11层楼高的这个竖梯，直接到我们竹埔潭，然后连接竹埔潭之后，竹埔潭的广场我们也重新整理的。然后大家还记得，从中正公园要往那个大佛走的时候，是一个。很凹一个再上来一个部分，然后所以我们弄了一个鹊桥，很平的鹊桥。那鹊桥现在已经结构也做完了，现在在做最后的工程啊，整个去做。这是山的这一面，然后在城市跟海的这一面，尤其在城市的这一面，其实信思路大家可以去看，是基隆第一个把车道缩小，然后人行道变大的一个人行道的部分。大家可以经过那边会看到非常不一样。如果你去，你会觉得。这是基隆吗？这不是基隆，这可能比台北还进步啊的一个地方哈。然后这也整理好了，工程也完工，也那个验收完成了哈。这也整个工程啊，这个做到就是东二、东三的旅运大楼的部分。原来旅运大楼在港公司的规划，就是进出关，所以我们经由都设计的审议，让它现在有一个屋顶的花园之外，24小时大家都可以在屋顶看海景之外，然后看完海景跟游轮客。
可以在信思路这一端，大家可以去看这一栋那个东仁旅运大楼，其实有两个梯子，它就直接下来就过红绿灯就可以到信思路。那信思路的底就是二分局，就是现在苏堤所，那大家就可以上去。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是这样子的话，就会从信思路信，然后一二路、一一路，然后一路可以到夜市，那从夜市再可以转回这个那个国门广场这里，或东岸邮轮广场这边，它就会变成一个大的一个那个面。这整个大的面，我们商业就会整体的就起来了。所以，我们地区商业就不会只想要在市区，好像这商业比较密集的是在庙口而已。好，那不仅是庙口，而是整个面都可以去。所以，你可以走路去庙口，你可以去树梯。那树梯的山脚下，未来我相信一定会非常不一样。现在文化局也积极在推动地方创生的计划，所以山脚下的很多不一样的活动。然后累了，你可以到这个港公司的东二东三的邮轮中心的二楼，现在正在招商，好，相信未来一定会有咖啡啊、啤酒吧啊这些东西应该都会出现。然后心情不太好的时候，你可以到上面的屋顶花园看海景、看邮轮进港、跟邮轮离开港。好，这样子整个事情，如果大家有经验去过香港的维多利亚港口看邮轮的进出的部分，我们这样状态其实比它还漂亮。所以这整个的串联部分现在都已接近。多数都完工了，有些都是在做最后的完工验收的工作。那整体做出来之后，我们东岸相信会非常的不一样。那这是树梯的部分。那另外就是靠海边的，除了树梯，我们有邮轮广场的东二东一，以前叫东一码头，还有那个这个邮轮广场，然后转过来的这个旭川河口，好，这个我们都做整理，那现在都在积极在做最后的收尾的阶段，好，我每天对这件事情最敏感就是下雨天，因为景观工程没办法碰到雨，很多工作没办法去推，户外的工程就是碰到这件事情，然后国门广场的一起工程也会完成，配合转运站，让整个基隆从刚刚讲的东岸，然后人本的空间一路可以走到这个国门广场，走到西岸，然后到转运站，然后未来从转运站，大家也可以坐一些水上的活巴士或水上的计程车，可以到正滨啊，去相关和平岛的地区，未来都有机会这样串联。那整体串联之后，我们真的是一个海洋城市。是，哎，刚刚就听到了这个点线面，而且这样子看到的是硬体设施的完善之后，将会带动的是经济面的发展，这就是大家以后来逛基隆会越来越好逛哦，也对基隆有很多期待。那刚才说到这个树梯，一定要看它对面的我们的太平青鸟，要带大家来看看，其实太平青鸟呢，它里面也有大型的装置艺术，而且几乎不定期就会来转变，一块看看。以后会有一个缆车，太平缆车从这个是火车站的，那圆圆那一个，那个是火车。站在太平青鸟顶楼眺望基隆市港美景，基隆出生的 PC Home 集团董事长张宏志直呼实在太美了。这是一个我喜爱的城市，好，不过有了这个太平青鸟之后，我才真正第一次有机会用很不一样的眼光看这一个海港啦，因为这个景观真的是过去生活在当中是不太容易看见哦。那现在当然基隆也把这个港口原来的那种这种禁闭的那个气氛跟围墙都拆掉了，这个使得基隆人跟水的关系可能更加的亲密哦。我期待这个基隆经过这个变身之后，会变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水边城市。这也是新经典文化出版社为什么选择在基隆太平青鸟书店三楼，以好想去旅行作为主题，打造巨大主题书，与基隆港区相互呼应。它需要一个地方满足，我们就说我们需要一个充满旅行想象的地方，那就是太平青鸟。所以希望那个未来的这几天能够邀到不一样的向往旅行的读者过来，透过阅读，也透过这个展的感受，去往旅行这个概念出发。不仅出版社与作家，从废校华丽转身为特色书店的太平青鸟，对民众来说更有无穷的吸引力。因为之前有听人家介绍这里，然后我最早之前来这边是还是太平国小的时候，对，所以小说它改了，就来这边看看。我觉得还蛮棒的啊，而且我觉得可以把原本的太平国小弄成这样，我觉得还蛮惊艳的。因此从去年10月开幕后才短短三个多月，太平青鸟就累积吸引超过10万人造访，让进驻经营的青鸟文化创办人兼执行长蔡略山都大为惊喜。其实我在春节结束之后，我们就是会看各个青鸟书店的营业状况，
那其实基隆那天大雨，因为那天我有来，那台北其实是晴天，然后屏东其实是大晴天，但当天的全青鸟的营业额，太平青鸟卖了30本书，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激励人心，它已经是其他青鸟的2到3倍。那我们同事因为都是基隆人，他们就会说，他们就做在地询问，就说都是基隆人支持阅读。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给我们非常大的激励。那我们也统计当天来电的人数，其实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是破千人。那其实大家都很愿意支持阅读。那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说，我们可以把书店的营业时间，我们现在是一个礼拜开5天，等于是有2天休息。那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每天都开，希望让基隆人可以觉得这个城市的书店其实每天都张开大门，就是迎接他们。这也是基隆市长林佑昌的目标，在西岸地标旁打造全台最美望海书店，就是希望让国人从另一个角度发现基隆之美。林佑昌也邀请国人4月22号到5月2号前来基隆参加城市博览会，在旅行中体验基隆城市的独特风貌，也看见这座城市的翻转历程与未来愿景。其实从太平青鸟开幕之后，已经有超过10万人来造访这个地方，那也用不同的视野，还有新的一个视角来重新认识我们基隆这个城市。那像今天虽然是周间，不过下面书店满满的都是人，那他不只是来看书而已，其实也是用身体用生命的经验来体验这个城市，所以我想太平青鸟给了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一种平台跟机会。那今天这个新书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策展哦，有一本很大很大的这个书的这个装置物在这个地方做展出，那我相信也是我们的作者还有策展人他们希望透过那个大的书呢，看过去就是整个漂亮的基隆港，这应该是在全台湾绝无仅有能够找到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店。新经典文化与青鸟书店合办的新春特展“好想去旅行”主题书展，从即日起到2月28号为止。展览期间将同步推出旅游书展，并贩售李同豪限量版签名书，欢迎民众前来太平青鸟，在基隆山海美景中品尝旅行的滋味。哎，真的来基隆旅行哦，你知道吗？就基隆一直下雨，结果没想到我在太平青鸟依然是人潮不断，你就知道基隆的魅力跟亮点，也就可以看到我们基隆市政府成功翻转基隆的新意象哦。那如果你在关键字搜寻基隆的话，你知道跳出来的会有什么吗？除了刚刚讲到的大沙湾历史场景之外，还有我们的青鸟书店。那我们要赶快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处长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这个是太平，右边是太平青鸟的这个立面的部分啊，这只是它室内的空间的这个部分哈。那讲实在话，是这一个空间，如果你真的要去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些展览跟变化的时候的工程的部分，其实是很贵的。你想看要一个把旧的房子把它做的是非常贵，所以经由几经的思考了之后，我们就是。那个也符合现在谈的永续的一个趋势啊，所以我们是用减法的方式，就用减的方式去做，所以有些墙面、有些楼板就用把它打掉，让那个基隆那个这个大家觉得基隆很紧，然后很紧密、很狭小的空间，可以来这边看到，哎，我们竟然有这么大的空间，其实它还是原来的学校跟教室啊。第一个是用这样子的部分，那大家现在。去的太平青鸟只是这个1/3的个部分哈，那未来陈博会我们会整个展开让大家去体验剩下的2/3跟还有屋顶屋突兀的这个空间，把它那个展现出来哈，这个部分会整体的展现给大家看来去欣赏。那设计师的理念其实一个是减法，所以设计师也得了在那个台湾建筑奖也得了一个奖。然后除了用减法的角度来去做这样子的设计之外，另外它就是用木头的植入，让那个木头的温润的感觉，在这个原来学校的建筑物这个比较水泥的灰的这个部分，加了一点那个温润的感觉的之外，它还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是在外面大家可以享受之外，未来在那个原来学校二次这个做工程的时候，把那个原来的这个廊道全部封起来，这个部分我们把它打开，大家可以看到旁边这个可以打开的部分，然后你就可以
一次展开看到180度的基隆，从西洋看到180度的基隆，从那个基隆屿和平岛一路可以扫到狮球岭，好，这整个阅览下去的部分，好，那所以这一个案子的最开始的理念其实是市长曾经就想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办一个基隆阅览室在这里？其实说实在的，那时候我们觉得会不会阅览室放这边，应该是没有人会要来的。好，可是经由这个大家非常努力的 cooking 这个 idea 的哈，然后去整理这个 idea， 最后出来目前的这样子的使用，我相信这样子的做法是一个另外一种做法，那也是一个市民的阅览室，那欢迎大家去看这个，去太平清凉去享受一下，那都那个。也，我们这个空间甚至是青鸟里面卖书量最高的。我那个有时候统计，我看到很多比较硬的书哈，就所谓读基隆的历史的书哈，卖得非常的好。那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而且有些人就说这是个文青的空间。经由统计，其实基隆人、基隆的这个中年人、青年人都常常去那里，那个比例的量非常大。好，这个如果大家去过华山跟那个松烟，好，这个台北这两个文创园区，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30岁、20岁下以下的人。可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基隆很多人其实对文化的这个亲近度跟这个欲望其实非常高的，那这也是非常感动。那我去任何一个城市，最喜欢去的就是他的书店，然后去他案头看他怎么介绍他的城市，然后我终于也有机会让我们的市民有机会，还有观光客有机会是进来这个书店看看我们怎么出版我们的城市的书籍，然后介绍我们的城市，让我们基隆更不一样。基隆真的不一样，所以在这一次的景观大赏当中呢，我们看到我们的市长林永昌他获得了城市治理奖，然后我们都发处处长呢，他是获得了城乡贡献奖。我要请处长来说说这样的故事跟因缘，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奖项？哦，城市治理奖这个部分其实是彰显市长在这几年其实不只是一个建设，甚至是从规划的层次，然后像他办的产博会，然后海洋嘉年华封街，然后办了很多的事情，整整事情。然后大家也知道，原来市区非常多的那个天际线，非常多的缆线相关事情的整理，它是整体的整合的，所以是一个整个把城市做好的这综合的一个指标。变漂亮了。它不只是变漂亮，它是变漂亮的综合的事情都做到，所以这样子的部分。我听说评选委这样子，最后觉得用城市治理奖这个名词，这个方式来给予市长这个最大的一个奖项，那表示你看市长做城市治理非常理所当然，所以他应该就是那个对我来讲是 best mayor， 就是最好的那个市长奖，好，就是大概是最优市长奖这样子的方式。对，那城乡贡献呢？感谢。讲自己不好意思。待会下一题大概是同样一件事情。从我角度，我是学规划的，然后我热爱设计，然后我本身在之前在学校教书教都市史跟都市社会学，所以我认为一个城市要好，其实是城乡并进、均衡发展。大家可能只看到我们好像在做市区的动作，其实可是对规划来讲是好像对针灸。或是你把一个城市变好是需要针灸，那是先重要的穴，然后在旁边，然后再辅以其他的一些把脉也好，然后一些中药的调理也好，一步一步才能真的把人做健康。所以我们城乡贡献大家讲的意思是说，我不只是做一个点，我们也不只是在做一个建设的事情，而是点线面把它串联起来，而且是城与乡的并同发展。哇，这真的很感动，因为我知道都发说他办了非常多的工作坊，而且他在地方创生发了非常大的力气，跟文化局一起，一个是硬体的嘛，一个是软体的，那就是让基隆真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要来看看这一个我们基隆河河谷廊带的再生计划。随着我们基隆捷运即将要新建，那我们的市政府呢，继续要来推出这一个社会住宅，我觉得还蛮厉害，因为基隆终于要有社会住宅了，这个是可行性的，我们快来看看。建造一
115年9月营运，那这是目前的规划的进度。基隆市政府都市发展处长徐彦清日前向行政院长苏贞昌说明基隆捷运七堵站周边都市设计与 TOD 发展评估，其中在明德一路与光明路交叉口属于国有参署的土地将新建基隆市首宗社会住宅光明安居，总户数约450户，预计115年完工。我们基隆市政府是很积极跟内政部营建署跟国家住宅中心一起讨论，然后在109年6月15号的时候，内政部营建署已经指示国家住宅中心要在我们七堵，就是旧站段一地号，就是在火车站北侧那边要去新办社会住宅。然后今年度他会去将这个社会住宅的工程统包上网，然后预计在115年会盖出社会住宅，然后大约有450户。因为住宅中心他必须依照法规，他社会住宅还是会公开的让大家来申请，然后会有30%的比例会提供给弱势来做居住，然后其余的部分就是开放市民都可以做申请来做居住使用。由于这一处社会住宅位于七堵往基隆的要道光明路上，因此基隆市政府方面也特别希望能纳入基隆门户意向设计并规划一楼运用方向。是在旧站段一地号，哦，在它现在目前是在火车站北侧有一块就是国产署围起来的一个绿地空间，对，它的面积大概是有7000多平方公尺。对，然后它的社宅面貌我们现在有在跟他们讨论，因为它刚好是我们七堵要进到市区的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它未来一定会有需要一个是属于基隆这个门户的意向。然后我们有跟他讨论说未来一楼的空间会提供给一些就是 co-working space 或是一些商业的功能使用。据了解，社会住宅的月租大约是市价的80%。由于这一处社宅基地临近学区，旁边又有七堵区公所及铁道纪念公园等，距离七堵南新市场与七堵火车站也不远，具备便捷交通及良好生活机能。加上规划有七堵站的基隆捷运宣布拍板定案，预计这一处基隆市第一期的社会住宅完工后，将会掀起申请抢租潮。一定会申请抢书潮的，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个空拍图，你就可以很感动，哇，竟然有这么多平的地方都在我们的七堵区，那这就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要整合大众运输系统。哎，都发处真的很厉害，他说管山管海，什么都管。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处长。好，那个其实这几年来大家其实住宅议题非常受重视啊，那主要是我们这个高房价的问题啊，大家。年轻人或是换屋主想要换到一个房子比较困难了，所以中央在蔡总统一上任就开始积极推动社会住宅的一个政策，然后我们也结合中央的一些方式再去做推动，然后做评估。所以其实陆陆续续我们评估了6-7处啊。那另外一个事情，其实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可能性其实就是捷运沿线的社会住宅的部分。那之前大家一直在问这个事情，我常常说稍安勿躁。为什么？就是你一定是在你的交通便利跟方便的状况之下，而且产业政策清楚的状况之下，你去推动社会住宅的状况，你才能真正一方面解决住宅问题，另外一方面是青年的生活空间跟经济就业率也有，不然的话它会马上的就是流动到台北市去。所以我们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其实我们只是更提供一些晚上来回来住的一个空间。那这样子的空间，大家也知道，旁边的经济、商圈跟生活空间其实不会变复苏。所以因为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规划是一步一步的推动啊。因为我们规划就是一步一步，好像下棋一样，这样一步一步下棋。所以也因为捷运这样子的建设拍板定案之后，我们社会住宅也隐隐的往前推啊。另外一件事情，盖一件社会住宅其实需要很大的工程的能量，还有规划的能量啊。这部分也感谢中央愿意来帮忙，那陆陆续续其他以后会慢慢公告其他地点，其实中央也会帮忙我们做这个社会住宅的建设，然后由中央来协助去做。然后这块地也是国有参案署的地啊，所以由国有参案署来提供这样这一块这么好的地方来去做。然后我们也融入一些计划，未来这个计划会有公共艺术还有青年参与的计划，所以会让大家住进来的软体 的配备也把简单讲就把预算框进来，也会去推动这些计划，让这个生活空间变好。所以未来住在这边不是大家想象的社会住宅，那个住宅可能是比一些市场在卖的住宅可能那个暖液体都更好，然后又离捷运近，
的方式。然后待会我们也有机会来谈捷运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说，它跟捷运之间的关系，我们一步一步都会到位。是，有随着这个基隆捷运拍板定案嘛，其实都发处它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它必须要进行都市设计及捷运站周边 TOD 的发展性评估。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项目内容呢？我要请教处长。好，其实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做捷运这个案子，我们跟中央争取的叫都市设计及 TOD 好这样子的可行性分析，在整个定线之前我们就在做这件事情，这是直白讲全国首创。那但是从我们专业，我们觉得非常重要。为什么做捷运花了这么多的投资经费？最重要是大家的生活品质的提升。这个生活品质的提升不仅只是在房地产的效果看到而已，而是借由这个投资是可以把附近的环境改善。那我们常常我举例好，大家如果去看这个最近几个，我不好意思说地点好的新的捷运，你可以看到交通便利的，但是生活空间因为高低的这些捷运轨道，然后密集的房子，然后没有都市设计，那房子的出就是捷运场站的出口就面对的很窄的一些交通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没考量到，是没有看解决的交通的快社区真的生活品质提升了吗？我们可以打问号。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先行，然后这个先行当然交通部一听就知道那个地方如果愿意做，他很愿意去做这个，所以交通部是100%的补助，然后让我们来做这个工作。那所以一旦我们这同步配套捷运的定线跟旁边的这个 TOD 跟都设计的规划之后，未来的整合的生活空间都会变得很好。它的影响其实是整个，所以我们让一个线的一个捷运变成一个面的品质的提升。哇，真的就是点线面，刚才有讲到嘛，不只是市中心，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河谷廊带，这也是一个基隆很大的重要亮点哦。我们可以看到基隆河谷廊带的再生计划，其实它也是选了很多点，然后接下来把它串起来，然后接下来就变成一整面。一样，我们要请教处长，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好，那导播可以先拍一下这个捷运整合的一个这个。河谷廊带，河谷廊带，好，那我们看到河谷廊带，可以看到，绿色的部分就是现在基隆捷运目前定线的一个方的地方，然后再来是可以看到这个台铁的粉红色，就是台铁的一个路线，就是现在铁道的路线等等事情可以看到，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步骤，第一个步骤其实是同步我们推动四港再生标杆计划的时候，同时台北市正在推动它的南港。的首都的那个东门户的东门户的东区门户计划，把南港展览馆一期、二期、三期，然后那个我们叫北流哈，北部流行音乐中心等等的计划，把它整合在一起的一个计划。但可是同步我们做的四港再生标杆计划，这两个点的串联之后，才让这个基隆河谷跟这个基隆捷运是有机会的。好，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大家觉得最有道理，大概就是因为有基隆河谷这个案子，捷运才能一步一步去做。可是，在做这个的基隆河谷的计划，其实是在我们一上任的时候，105年，我们就去跟台北市、新北市一起说，我们来合作做一个基隆河谷的规划，然后一起出预算来做，然后他们也愿意做，然后我们也知道，一旦公务系统要做这件事情，这谁来做的事情？然后当然。为了基隆，而且台湾头做市长常常讲，台湾头就应该做示范，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规划权就拿下来，我们来执行这个案子。因为基隆捷运因为这样子的案子，所以除了捷运之外，这每个场站大概的定位也可以出来，每个场站未来可以提供青年社会住宅，跟每个场站面对，因为基隆河谷更重要还是生态跟这个我们叫韧性城市的这样的状况之下的一些原则也可以被定义出来。那这些定义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提供更好的产业基地、更好的生活空间、更好的可能性，然后更好的这个河谷的一些发展，有关自然环境那个这个永续发展，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原则上去做。做完之后一步一步的到位，所以我们从5年前开始推导这样子的计划，所以基隆河谷的计划是非常的重要。
是，我们可以看到金融河谷廊带计划推广，那大家就会心里想，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出现？其实要归纳于这个要整合大众运输系统，那其实要整合大众运输系统，也就是看到我们基隆真的是城市我们的首都生活圈的一环，很重要的一环。那一样要请教我们的处长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整合都市系统，要带大家来看看。好，那大家可以知道，其实基隆捷运只是整个首都圈的捷运的一条线。嗯，好，大家可以导播可以放到那个。捷运图的这部分，整合大众运输系统。其实整个首都圈逻辑上应该是一整体的规划，一整体的这个轨道系统的设计跟规划。那不过因为遍布到目前在基隆、新北，然后台北、桃园都在做，所以怎么样去做一个整合？所以我们甚至都画出这些整合的可能性的计划，让这些不同的路廊跟相关东西可以去做相关的一个整合。因为这样的整合，你才知道哪个点转运，哪个点，班次的相关的可能性就可以被排那个排列出来，好，这样就会有更有的效率哈。经由这样子去做，我们可以发现未来，台北首都圈从桃园都可以。最要到基隆或者到八堵，最多转三站就可以到了八堵、七堵，转三站，然后大概都是40到1个小时的。所以你从文山区可以到，大家想象文山区可以到八堵、到七堵，然后桃园可以到八堵、七堵，淡水都可以到八，你都是坐轨道，然后都不会淋到雨，然后都可以坐轨道。那同步的基隆的人也可以这样子出去，这时候大家就变成一个。那个4个小时的生活圈在这样子的移动，那甚至我们都可以接到几个高铁站，然后因为几个高铁站都可以去全市，然后高铁站又可以连到那个机场，跟连到我们邮轮港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的邮轮港可以发展更好，也因为这样子，全球的最顶尖的外国的人才都有机会在基隆河谷的产业地带落地，那所以我们的经济产业跟生活品质才会一路上的提升。所以我们做的这样子的捷运的整合这个部分，常常市长，我刚才讲市长一直在说，我们就来做这个整合，让大家看到机会，做一些调整，然后这个调整会对整个台湾首都圈跟整个台湾的竞争力会大大的往上再提升一次。是因为这个河谷廊带释放出来了，大家就看到更多机会，而且我们基隆就是一个海港城市，所以外国人要进来真的是非常的容易。这也看到一个城市治理不但有设计的理念在里面，还要有不一样的规划案，而且面面观，这样才能够带到基隆最新最亮的地方。那刚才说到不止规划这一块要很强，其实在都市更新方面要花的是时间跟耐心，因为要一步一步跟当地的人来沟通，这点是真的很重要的。而在说故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都发处真的现在正一步一步在进行都市计划，哪一区你觉得会有希望有亮点可以先完成？每区的机会都非常的大，好的，那因为你第一个是必须把环境搞好，你环境没有好的之外，因为你不仅要都更或围绕，你都需要其他的资金或其他的人才来协助你办理这些事情，所以你必须把环境搞好之后，人家才愿意投资嘛。好，所以这个是鸡生蛋，蛋生鸡的之间的关系。所以这几年这样的整理，让这个都更开始浮现，开始去做，然后那个量也开始那个增大，开始去做这个力道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因为这个生活品质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讨论这个分配的问题，所以陆陆续续这些都有机会。但大家都很清楚，市中心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沙湾地区也非常大的亮点，然后整个河谷地带大家都非常大量，然后陆陆续续我们也都在做盘整，然后我们也希望那个新北的力量、台北的力量，甚至中央的力量，逐步都可以借由一些平台来进来，来协助我们推动这些工作。是，就可以看到真的。但要花耐心，而且你要看得远，而且你要整合周边资源，最重要是要把环境先把它弄得友善永续，这样就会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城市，这也就是我们基隆市能够连年夺得大奖的原因。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都发处处长带我们来看到基隆市规划的不同亮点跟成果，也相信这些创点跟亮性带我们基隆进入更好的阶段。感谢处长，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